像高雄，你讲甲团坐，其实嘛无介坐，啊，就是因为无介坐，咱拢知影你是啥，我是啥，对。啊，就是因为无介坐人，所以讲较有一寡安做伙的感觉嘛。你讲听过台湾摇滚乐，你敢知影对南到北有袂少台语乐团？原来用台语嘛会当唱乐。这阵充满理想的音乐人，对社会、对环境、对未来有家己的想法。来看因用台语唱出家己的风格，唱出少年人的心声。因为青春，所以有梦。每礼拜三暗时10点，青春，咱的梦。